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看我最近看这个人吃大肠，那个人吃大肠，我也馋得慌。可是我给我自己安排了一个，咋我这色儿有点不大对呢？我这个好像有点过分粗了点儿。哎呀，是这样吃吗？我这无助又弱小的心啊，咋吃啊？我煮了十分钟，卖家说煮十分钟就行。不管了，先吃个这个压压惊吧。你们记得大餐前吃个这个啊。嗯。从哪咬啊？这样蘸一蘸，哇，看着挺美味。开始了啊！哦，哎，挺好吃的呀！你看，我买的这是血肠，嗯，挺好吃的呀。哦哈，嗯，废牙是有点，真的挺好吃的。不要嘲笑我牙口不好。我咬不动这层皮，呵呵，年纪大了牙口是有点弱啊，咬不动这层皮。来吧，让我们的香味更持久一点，都浇上来。哟哟，嗯，真挺好吃的呀。我吃吃吃，不要胖胖胖，我要向前冲，带着正能量，哼起这首歌来了。嗯，嗯啊，好牛筋啊。话说那些吃血肠的人，他们怎么嚼的烂，我怎么嚼不烂？不行，我要嚼一次，给咱蘸水。嗯，我真的咬不烂这个皮儿，里面的瓤这个块块的真的好好吃啊，都蘸蘸蘸。嗯，果然群众的脸是雪亮的，除了有点上头之外，真的好好吃。看我一人能不能把这一整个吃完掉啊？蘸水上蘸水，一定要多上蘸水，不然太上头了。嗯，头两口没感觉，现在好辣呀！小姨妈的嘴不是嘴，辣的没知觉了，但是真的好好吃啊。嗯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老夫的少女头啊，太香了，宝贝儿们，我跟你说这个雪肠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啊，不要一个人独享。我有点后悔把我儿子支出去了。我的天哪，不知不觉我已经吃了一大肠节了，发现没有，发现没有，剩下这一段我就晚上吃吧，宝贝们关注哦，你说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毕竟我是吃不胖的小姨妈呀。